好，咁兩個國際，首先第一單就即係都比較大單嘅消息就係咩呢？就係呢個內地嘅人口增長啊，年跌啊，咁去年即係舊年咧就淨增長48萬啦，咁啊專家就話啦，咁今年咧可能提前迎來零增長，咁甚至咧就即係形容呢個數字增長咧增幅係1950年以嚟最低。我相信係有史來最低添咯，即係唔好計悲劇咗，唔好計啲死人嘅年代咯。咁而家其實全世界都係，因為生兒育女，而家俾你啲人搞到咧，俾啲新一代嘅左膠咧搞到生兒育女完全都係冇，完全都係冇錢賺嘅。即係而家你我覺得要回復翻一啲局部嘅封建制度咯，局部嘅封建制度咯，即係你個老豆係要對仔女有，我啱啱寫咗一篇文章係講嘅，你老豆要對仔女有，老豆老母要對仔女有產權咯。而家老豆而家生咗仔出嚟係玩嘅啫嘛，玩2年之後就歸政府噶啦嘛，啱唔啱？你打佢唔得，鬧佢唔得，跟住之後先生又鬧，警察又拉，係咪先？咁你成件事你搞唔掂啊？你規定老子女一定要有老豆老母啊？咁嗰啲咁嘅極度封建、極度殘酷嗰啲咧，咁於是乎你就會係大家就會搏命生仔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打佢又可以咩咁？即係呢啲係呢啲好殘忍嘅，即係生仔本身係一個好殘忍。如果你咁樣，同埋你如果係咁樣，因為女人唔肯生仔嘛，即係如果你生咗啊，生仔嘅話，嗰個 property right 屬於條女咯。跟住之後，你又有種即係屬於個阿媽咯，即係仔女屬於阿媽咯。咁阿媽要打要殺啊，要咩嘢啊？咁都任由啊，規定一定要有阿媽，咁你就會咩噶？咁你唔使養老豆嘅其實。咁上世紀都係嘅，撲街老豆玩完之後抌低5嚿水走咗噶啦嘛，跟住阿媽帶住個仔女做。哦，有時5嚿水都唔抌低嚇，你唔好諗住抌五嚿水好多噶嚇。咁所以有時咁啊，即係仔女，我覺得仔女個擁有權係屬於阿媽咯，咁會比較好啲。即係規定一定要養阿媽咯，因為其實阿媽係生育咯。咁但係而家應該或者係一啲鼓勵多啲嘅嗰啲叫做人口咩啊？嗰啲叫做鼓勵多啲人工受孕咯，因為好多人係生唔出嚟，而家好多人生唔出嚟，而家啲人性無能都好緊要。啲精子啊，咁嗰啲係精子卵子都好差，唔好淨係咩，即係精子卵子都好差。搞嚟講，而家啲人過咗廿二、廿三、四歲已經唔好生得，你到30歲先生，你好難生。你10多歲嘅時候一搞就生啦，一屌就生噶啦，好容易。但係而家啲好難生，屌極都唔生，即係都生唔到。係啊，即係你估咁容易話生就生咩？即係而家啲人嘅一個生育能力本身差咗，同埋而家好多嘢玩啊嘛，打機都會生仔咯，打機都會搞嘢咯。即係而家啲人唔好搞嘢，新一代嘅人。好似話日本嘅時候，我哋親歷眼見到日本嗰、那個日本有一個據說當年嘅時候90年代有一個講法叫初中之後無處女嘛。但係而家日本係有成年人，所有日本包括埋成年女人之中有50% 處女嘅。據說啦，即係我呢個我好相信啦，但係日者相確啦，但問題即係無論如何個數字，個數字係假嘅，件事件係真嘅。OK， 件事件係真嘅，即係而家啲人對於做愛嘅嗰、那個興趣係減低咗好多，因為呢個世界上好多嘢好玩做愛，以前唔係，即係以前嘅時候只係得賭錢好玩做愛咯，而家你可以係打機好玩做愛咯，上網睇社交網站鋪嘢緊要做愛啦，或者係嗰、那個叫做係睇韓劇緊要過啦，睇韓劇就緊要過啦，咁就係剔嘢都緊要過啦，咁所以好多嘢都緊要過，咁結果就令到你人嘅人生咩咯？咁就算係男人睇 AV 咧，都周時係會好過做愛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點解咧？因為通常 AV 嘅女係正過你同你做愛的。啱唔啱啊？呢個係好殘酷嘅現實嚟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只有一啲好 high end 嘅人，你先會係變咗做一種好 high end 嘅人嘅一個娛樂咯。
即係如果你係好有錢嘅人，咁你揾一啲明星啊，咁你就梗係，咁你梗係好唔介意，哎呀好好玩啊，好好玩啊咁樣啦。但係如果你普通，你跟住你再去尤其是香港咁去百佳酒店啊，咁嗰啲或者係更加低揾唔到地方排隊啊，咁你就優多排隊啊，你知啊？即係阿劉慧晶話齋博嘢都冇地方，就是、因為大家去百佳酒店等三個鐘頭或者等四個鐘頭，然之後先至有得搞。咁你即係你成件事係咁咯。系贪 cost 贵啦，咁如果系百佳酒店，依家呢个环境之下，一个唔觉意中咗，就俾人通报全公司啊嘛。冇错，就系咁啦。早排网络有流传片段，就系话啦，有一同事咧，10月24日至15月25日嘅凌晨时分咧，就身处喺太子百佳酒店，需要检疫。系啦，咁呢啲 cost 实在太多啦，咁所以咧就宁愿唔生。系啊，咁所以咧就嗰个经。個人口增長，咁當然啦，專家就話啦，隨住呢個二孩政策同埋三孩政策嘅落實咧，咁相信咧未來呢個人口咧會有上升翻趨勢，咁但係就唔知係咪真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都講下呢個美俄嘅情況啦。咁美俄嘅談判咧陷入僵局，咁依家咧直頭俄羅斯講到明啦，可能會將核彈擺喺美國海岸線附近喎，即係嗰個反應係可以話係前所未有嘅大添。咁當然呢個唔係明示啦，但係啲人就話係暗示。咁但係係我諗近唔過古巴咯，嚇近唔過古巴咯。咁佢暫時嘅時候，佢暫時依個時候俄羅斯冇咁嘅能力啦，將個核彈頭放喺古巴咁嗰啲狀況。咁美國海岸線附近，因為美俄，你知俄羅斯同美國好近噶嘛，你知唔知啦？喺阿拉斯加度好近，以前可以行過去嘅，咁所以佢係可以喺嗰度部署都冇可能嘅，都係有可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毫無疑問都係俄羅斯即係個狀況就係咁，俄羅斯係太危險，佢覺得咁，所以更加要將硬帽走。如果唔係你冇辦法能夠維持生存。咁但係即係對於俄羅斯嚟講，其實粒核彈你擺喺美國境內爆就已經贏咗噶啦嘛，即係你唔使爆喺紐約或者洛杉磯，你只爆喺個地度，咁人哋喺 propaganda 上面都係話美國都不能防止俄羅斯嘅核彈進入境內嘅。其實咁嘅核彈係你核彈其實你用嚟爆一啲係不大不小嘅城市，好少爆去香港啊咁樣嗰啲咁嘅城市嘅嚇、所以佢嗱咁講，美國當時嘅時候點解唔爆東京咧？都唔爆大阪啦，唔爆東京你嘅首都啦，咩啦？都唔爆大阪啦，點解要爆廣島長崎？你都係佢一控制一陣嘅，東京都大轟炸啦，啱唔啱？係咪？但問題你只係嗰件事係一個震攝力多啲咯。咁所以咧就撞壞咁啊！當然啦，琴日就有網友就提，即係我提咗嘴土耳其咁啊，即係網友就話啦，咁就歷史上咧北約係唔會即係美俄羅斯同呢個土耳其唔啱啊，所以俄羅斯唔會擺導彈喺嗰度，咁係啱嘅。所以咧我嗰陣時講就係話美國唔擺導彈喺烏克蘭，可以擺導彈去土耳其，因為呢樣嘢喺1962年嘅時候美國已經做過啦。係。即係古巴導彈危機其中一個引發原因就係因為咧佢美國喺呢一個意大利同埋土耳其就擺咗導彈，咁所以咧俄羅斯為咗即係蘇聯為咗反制又擺咗喺古巴啦。咁依家咁係咯，兩個一齊前，蘇聯就話佢自己贏咗，蘇聯就話贏咗，雙邊互相稱勝利嘅，咁從來都係冇錯。你輸家永遠都喺中小國家嘅，係咁都係佢做中小國家。咁當然啦，就即係除咗你即係美俄呢個狀況緊張之際咧，美國都仍然咧即係喺中國邊境就即係處理一啲。部署武器啦，咁就唔知係咪即係同美俄僵局有關係，咁啊希望係透過施加中國俾壓力，然之後中國施加壓力俾俄羅斯，從而咧就令到呢一個俄美嘅狀況好啲啦，咁有呢個可能性嘅。咁所以最新嘅衛星圖片顯示啦，咁美國有三艘航母正喺中國周邊集結啦，咁啊而且咧就即係亦都有一隻就係去咗訪問關島，咁啊即係依家咧即係南海咪即係呢一個太平洋。附近咧就係即係中國邊境嗰度咧，就已經有三隻航母喺度，呢個都叫規模前所未有的大。係，咁就係情況就係而家依個狀況咧，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嗰啲嘢聲咧？即係你呢個即係呢個話俾你聽，呢個咧就係咧，如果你做傳媒咧，除非常同大都係自己嘅，冇辦法避免。你做任何公司，即係你變咗就唔做樓上裝修咁樣，係啦。你除非成棟大廈都係自己嘅，所以有時啲人有成棟大廈呢度做曬啊，咁係有一個理由啦。嗰、那個狀況就係、是、嗰、那個叫做係而家其實喺美國，你用原來嘅第七艦隊壓制唔到中國。嗯
我唔知道佢將來會點樣調配啦，會點樣調配，因為佢啲艦隊已經非常之咩啦。咁而且佢艦隊成本，因為佢距離個距離美國係遠啲，距離美國本土遠啲，咁所以就係、是、佢成本高過中國好多。咁所以係但係中國亦都有一個成本咧，就係、是、中國唔係產油港，美國係產油港。咁所以係我就覺得你咁樣樣係啲人話當年美國就攰死。攰死蘇聯啊嘛，嗯、但係今次美國可能同中國之鬥，可能攰死，俾人拖死、拖累死嗰個美國咯。即係佢成本好高，即係佢而家佢用三艘去航母，即係我諗以後係係會成一個常態，因為你中國如果有三艘航母艦，你美國要幾多艘過嚟啊？嗯，又而且人哋係近，我哋係近嗰個自己島嘛。但係中國當然啦，如果中國又係好頭大咁樣，好似當年打韓戰。打韓戰嘅時候，朝過咗三八線，毛澤東即係覺得自己可以打翻贏我，咁就會降啦。如果美國，如果中國直情行翻到去南太平洋嘅話，咁就徹底啦，咁就蝕張啦。即係南海度，美國中國始終都有地理優勢。即係依家咁就反而變咗係台灣咗一個喺軍事上嘅戰略地位啦。咁就因為只要佔據咗台灣，咁其實對於中線。之前咧，咁就即係中國空軍都仍然可以有一個好大嘅遠程優勢。咁但係如果冇咗台灣，咁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多台灣唔會有 benefit， 就係冇咗台灣嘅話，就變咗中國咧就有 benefit 啦。中國好大，中國有咗台灣嘅話，中國有咗台灣嘅話咧，係橫行噶啦，成件事。中國冇咗台灣，中國有咗台灣之後咧，係即刻力量係即刻贏咗美國嘅，即係馬上啊！即係如果台灣係和平被和平統一之後，係馬上 immediate 成咗贏咗美國嘅啦。所以即係你當然你仲有台灣，你仲有因為台灣有好大工高科技工業嘅生產能力啦。咁所以佢擠咗過嚟，咁所以咧係同埋有個台灣個海峽啦。咁同埋大家嗰一堆軍隊，台灣有台灣都有應該百幾萬軍隊嘅嚇。台灣嗰啲軍隊就可以咩做？即係根本上嗰個美國就成個日本啊美國，即係成個嗰一個係就會崩潰咗嘅啦嚇。即係以往大家會有個講法就係話美國唔會為咗台灣保台灣而死戰，咁但係呢個講法悲喪於美國當初喺東亞嘅力量仍然可以壓制到中國海軍啦。咁但係依家似乎就難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美國會唔會改變策略死保台灣呢？要視乎咩叫死保，因為咧佢視乎台灣肯付出幾多力。即係少少呢個世界上冇死保呢樣嘢嘅，就即係話好多年前咧有一個節目叫做《歡樂今宵》，有冇聽過？嗯，《歡樂今宵》係美TVB 嘅招牌貨嚟嘅，啲人話佢哋一定死保 TVB 嘅 ，TVB 一定死保《歡樂今宵》，因為已經係成二十幾年㗎啦。即係咧，跟住你冇可能唔要 TVB 唔要《歡樂今宵》嘅，但係當收視率太差嘅時候，你都要 cut 㗎啦。即係成件事，如果台灣唔肯打，你要台灣軍人唔肯死，而美國軍人要為台灣死，而死咁多嘅時候，亦都未必，即係你一定計條數咯。而死咁多未必又打輸嘅機會好大嘅話，日本人唔肯打嘅時候，你就會好難搞咯。即係成件事係咁嚇，但係中國都希望係而家我講緊中國要得到台灣，即刻超越美國，係假設佢可以和平統一台灣。嗯哼，嗰個即係你唔使本，你要本就唔同。你如果打到好傷嘅時候，你就會損耗咗國力嘅話，咁你台灣你就可能得不償失。咁當然，如果你係美國嗰方面係損耗比你更大嘅話，你係冇所謂嘅。咁啊，依家暫時喺西太平洋嘅三隻航母就係卡爾文森啦、列根同埋林肯啊，咁就還好啦，入邊仲未有企業號。即係因為即係個呢個歷史遺留問題同情感問題，我唔係好想見到企業號走咗去嗰度嘅。係點解咧？企業號當年打二戰噶嘛，一隻企業號打係成個日本海軍噶嘛，所以我對企業號係有一個叫做幻想或者叫做一個叫做感情喺度。咁當然啦，要打始終都要打嘅，咁最好唔好打。講完呢個之後，講下呢個哈利波特啦。咁啊，相信好多人都睇過哈利波特啦。咁就注銷全球的小說和電影，咁就最近出現咩咧？就係、是、有個美國嘅女監製希望推個多元版的哈利波特。咁咩叫多元版的哈利波特呢？咁佢哋就係話啦，諗住拍到覺醒版，因為戲中嘅部分角色咧會由跨性別同埋非二次元性別嘅演員去演。咁當中包括有啲魔改啦，譬如話哈利波特嘅老豆咧 ，Jim Potter 咧，
咁角色要求選角咧，可能要揀亞裔或者黑人或者非洲裔或者種族無或者多種族或者原住民或者拉丁裔或者西班牙裔或者中東或者南亞或者印度或者東南亞或者太平洋嗰民，簡稱唔係白人。我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即係使唔使跨物種啊？即係我唔知啊。揾條人魚去跨。唔係你有個加拿大人啦，都有啲同胞啦。咁佢話佢就講同個海豚發生性關係嘅一個過程，都講得好感人嘅，係啊嚇。咁你知加拿大人，你就會覺得好似有型添咯。如果如果做啲嘢係中國人，就會俾人鬧到哇好心啊好咩啦。咁但係加拿大人佢講到好浪漫咁樣啦嚇。咁就而咧係嗰個天呢、這個故事就係、是唔知佢哋呢啲黑人會唔會生出啲黃種嘅仔女咧？嗬、即係因為如果唔係你如果唔係你好難等得暈啊！即係除咗呢個之外，都係佢嘅電影角色。除咗 James Potter，James Potter 咧就有個兄弟咁嘅角色啦，即係叫做同好有戾氣嘅，就係天狼星布萊克啦。咁就以往咧就即係因為嗰個關係好，咁所以咧阿 James Potter 死咗之後咧，天狼星就幫佢報仇啦，甚至俾人踢咗去阿茲卡班啦。跟住出到嚟嘅時候，繼續保佢個仔哈利波特啦。咁但係今次又改一改咧，就變咗天狼星布萊克咧個角色係涉嫌出軌，咁唔知同 James Potter 有冇關係啦。咁另外就係 James Potter 個老婆，即係哈利波特個老母咧，咁就即係阿李波特咧，咁就要喺呢個新版本之下咧，就變咗個跨性別人士，即係陰陽族啦，即係跨性別嘅非常規性別、非二次元跨性別女性啦，咁就唔知係咪小妹有棍啦，咁搞到成個故事咧，咁就非常之混亂啦。係，我諗佢呢單嘢咧都係有心整蠱嘅。即係如果咁樣講，即係你要咁講，我就拍一部咁樣嘅，睇下你哋睇唔睇啦，係咪先？啱唔啱啊？咁啊，簡單啲嚟講，其實呢一啲狀況即係如果係原作者，可唔可以有啲咩做法？原作者收錢咯，有啲梗係可以啦，因為原作者可以唔批噶嘛，因為我諗原作者玩嘢咯，其實係可能我好平批你，你哋咁中意黑性別，我就玩一個黑性別嘅俾你睇。我覺得原作者玩嘢機會大啲。咁同埋即係其實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點解佢唔自己做一套新嘢出嚟咧？佢揸呢個配置都可以改一改個名，都係一個新嘅獨立電影啦，都冇人當佢哈利波特㗎啦。佢就係特登咁玩，即係個原作者你咁話我就特登玩嘢俾你睇，明唔明白個意思係咁咯？如果唔係唔會特登拍套咁嘅戲嘅，即係佢原作者好簡單啦。你有啲 talking point， 我又唔會私本啦，我仲有錢收添。我只係平啲俾哈利波特，版權你啫嘛，啱唔啱啊？我你總之你幫我搞啦，你幫跨性別嘅人搞我啊嘛，我咪搞翻你哋咯。因為就即係哈利波特原作者 J.K. 羅琳咧，之前就喺 present 一啲關於同性戀睇法嘅時候咧，咁啊似乎踩親咗呢一個左膠條尾啦，咁就俾左膠包括呢個左膠頭像先鋒之前演妙麗嘅 Emma Watson 咧就鬧佢，咁所以話唔定咧就喺今次咧把幾火咧，咁就即係做啲咁嘅嘢出嚟。係啊，咁講完呢、這個亦都講下啦，就係、是、呢個亞裔。即係美國嘅亞裔情況，咁美國咧之前有位亞裔女士咧，咁就俾個流浪漢咧推落月台死亡啦。咁但係就無到，即係比較可傷悲或者諷刺嘅就係咧，佢生前咧其實咧就係為呢一個homeless 即係流浪漢發聲嘅。咁啊，即係據報咧佢就不過根據當地警方報稱咧，就係話咧，咁啊應該係條友自己本身黐黐地線，就唔係好關呢個種族仇恨事。咁但係咧，就已經係今個月內第三單亞裔就受到襲擊。就算係單種族仇恨事都係黐線嘅，因為正常嘅種族仇恨，如果唔黐線都會咁做。啊，咁就呢一位就係亞裔女婦女啦，咁就係吳默雪啦 ，Michelle。高咁樣就咁佢就之前咧就係喺呢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啊，即係勤業，即係而家香港就德勤 ，Deloitte 係啊，咁就德勤嗰度咧就做經理嘅，咁就工作之餘咧，咁亦都去做義工啦，咁包括就做呢個青少年聯盟啦，幫呢個老人家啦、青少年啦、困難學生、移民同埋呢一個流浪漢去做即係獨立成功之路，咁但係最後咧就被呢一個流浪漢所害。哦，呢樣嘢周時都會發生嘅。即係你幫嗰個人，嗰、那個人叫害咗你，呢樣嘢周時都會發生。咁啊，即係現實啲咁問啊，咁其實喺亞裔，即係喺美國嘅亞裔人應該要點樣自保咧？係咪即係要一定好似韓國仔咁樣咧，喺某場暴動入邊咧，立曬槍啊，跟住打走曬啲黑人啊，咁樣先叫自保。美國本身係一個社會嚟嘅，你如果你所以美國永遠你黃種人你變亞裔，你變贏唔到黑人咯，因為黑人比較勇武啲。喺美國你唔勇武，你生存唔到。你話美國冇，你唔覺得美國冇娘炮嗎？是東方才有娘炮嘛，
美國冇娘炮。美國你嗱你睇見你可能立度冇做娘炮咁樣啊？而家都即刻，如果香港嘅話，好你可能立度其實冇到。佢李安納度唔同啊，邊個差唔多，就都係四十歲到，會佢會同啊邊個四廿零歲，佢唔會大過啊小豬幾多嘅。但係問題出到嚟唔同格咯，成個老啊嘛，李安納度而家係咪？咁你就算 Tom Cruise 啊、畢比特啊，都係打嘅，係嘛？你會美國好多大隻佬氣啊、巨石強心啊，咁你打嘅，即係美國係好勇武嘅國家嚟嘅。即係你如果去得美國嘅話，就勇武啲咯，唔好咁虛弱咯。佢如果佢從來推入你行出嚟，你俾人哋推落鬼，因為你唔得勇武。美國啲女人都係單，美國冇啲好柔弱嘅女人嘅。咁你應該係要同啲係男人開拖咯。咁佢唔敢入你咩嗰度，唔敢去擁你咯。即係你一定要咁咯，你一定要行出嚟。我諗佢唔會無端端，我諗呢個都比較柔弱啲咯。佢冇無端端擁一個人去。無端端一個很大隻的女人，哇，身高六尺，你那些不會咯。即是你要知道美國是一個什麼社會。美國是一個很 primitive， 其實美國是一個比較其實等於一個原始社會，一個好像蒙古啊成吉思汗的時候的蒙古的社會。即是你搞不清楚整件事咯，整件事。即是你去到美國生存，你用回美國方式咯。即係唔可以用翻中亞裔嘅方式去思維。如果唔係，覺得麻煩，你翻嚟亞裔，即係亞洲啦。不過嗰啲人唔好想，唔係好中意亞洲，咁就冇得講咯。唔緊要，因為中國都有代表嘛，有成龍同埋有吳京，都係打噶，都係打噶，係咪先啱唔啱啊？唔係唔打，你唔可以啲娘炮咯，娘炮打飛機就得啫，係咪先？即係娘炮都可以進化嘅，好似唐國強咁樣，少即係喺出到底娘化娘炮啦，咁之後都演諸葛亮、演毛澤東咁一樣嘅，係 OK 嘅。咁我都當然啦，呢啲案件就越嚟越多啦。咁其實亦都有人就質疑呢個美國嗰個治安情況係咪即係以前差，依家又變咗係更差咧？咁就或者咁講啦，美國係一個合法持槍國家，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即係可以考慮一下。係，你一定要持槍啦。如果俾我都係持槍啦。咁今日咧，我諗都冇得再做落去啦。係啦，冇錯，因為太嘈，本來想特別做啲第啲嘢嘅。咁所以今日去到呢度先，多謝大家。多謝大家。